行啊行啊，云层那么大呀，那你啊，那你这水也没收。后来他收了一个礼拜不收了。因为又回来找我，我说对不起啊，两三五了。他我不知道这行，这行我还是知道。韩国真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，然后现在有一帮来给我们，纯粹是包装的。这帮韩国以前不认识，纯粹是给我们包装的。